今天是在桃园的第一场哦，所以我们特别来到这个座谈会前面，因为公共电视举办的这个所谓公共问责座谈会，我们认为公共电视在与民众面对面之前，应该要先面对自己，对不对？对，应该要先解决自己的派遣工的议题，对不对？对，我们国家设立的公共电视台，而且以关心社会弱势、关心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公共电视台，他在自己的公司里面面对到有派遣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一方面、表示说派遣要全数那边，可是另外一方面却透过那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把、我们六名、他们所谓不适任的员工透过这个那边的形式给排除。我是这一次被公示之前，我之前是台语新闻的配音员，我叫陈盈杰。我在公共电视做了3年的兼职，3年的专任派遣，我总共做了6年。那从公示台语新闻在2008年开播的时候，我就一直做到今年的5月31号被资遣。那我要说的是，公示的邵玉明董事长他在5月15号的董事会上面说，这一次那边的人数百分比是95.7%，在台湾政府部门跟民间企业还没有像我们公视这样的勇气跟决心，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可是我们必须要说，这95.7%到底是怎么来的？事实上，就像刚才维力说的，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人事考核制度，于是呢，就有了这6个人被纳入所谓的不适任的名单里面，在5月31号被资遣了。长久以来，我们政府滥用派遣工，包括我们的民营企业也滥用派遣工。身为县级的总工会，对于派遣工，我们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因此，今天要来这边特别呼吁我们公共电视相关主管单位，赶快那边这6位派遣工成为公共电视的正式员工，这才是陶传总真正要的。报名来参加他这一个建言会，那来到这里呢，我才发现到原来呢，我们公共电视这个属于人民的电视呢，竟然呢对人民的权益是这样的漠视，所以我也很乐意来这个地方代表我们人民发表我们的心声。如果说在这里做了2年，甚至做了6年，都还被称为派遣工的话，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劳工最大的歧视。公共电视，我们的电视，非常感谢各位工作人员哈。我是桃园正义联盟。这2年呢，我们有早教的议题，透过了我们公共电视为我们弱势发声。那现在早教的议题呢，虽然获得了部分的也就是重视，虽然我们还不满意，但是我们知道，公共电视为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谢谢你们。那我们最近呢，也在关心桃园航空城的问题。那航空城呢，其实可能是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就台湾不管是建设或者炒地皮这方面来看，都是大家更值得关注的问题。那我们也期待公共电视在这方面呢，大家有那最后，我是有个意见这个意见就是我刚走进来的时候看到了我们许多的劳工团体针对着我们这一次公示对于派遣工那边的问题，我觉得最后被以各种不同理由最后淘汰掉了6位，我们认为那些其实都应该那边，因为他们其实也是弱势者，绝对的弱势。我们看了许多的资料显示，他们是被一些莫须有的理由给这样 fire 了。所以如果大家是感觉上公共电视应该是为成为人民的电视，成为我们弱势者的发声的管道，是不是自己也来针对着这个问题好好的检讨，马上还给他们应该有的工作权，谢谢。谢谢。我想对朋友刚才提到了2个问题或者议题，我想我们不管是制作人也好，我们这个经理在他，我相信他们会带回去研究。另外，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派遣纳正职的问题我们有听到。然后事实上，我们也公共电视也
透过我们现在的一般的正常的程序在处理，我们一定会做最公平最合理的处理，您放心。好，谢谢。那我叫陈英杰，同时我也是公视台语新闻从2008年开播一直到今年5月31号的台语播音员。我要说是邵瑞明董事长他先说就是因为台湾派遣工的问题越来越腐烂了，那邵玉明董事长，我们公电社董事长，他也在去年12月的时候，说公电是这157个派遣工，这是历史的工业，所以他在去年12月19号的时候，他提出了全数纳编这件事情。那这个新闻稿在公视的网站上，我们到现在都还查得到。但是呢，到了大概是今年的时候，全数那边却变成了择优那边，那这整个过程走到最后，包括我还有另外5名同仁，总共有6位同仁，我们收到了不适任，就是人事部给我们一纸公文，就简单的一纸公文说我们遴选未通过，不适任就在今年5月31号把我们辞遣了。那我必须要说的是，如果我们真的不适任，凭什么我可以在公共电视做6年？那凭什么我们这6位同仁，有的也是2年，至少都是2年？就是我们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哎、欸。那如果我们真的像公共电视说的，我们不适任必须要资遣的话，为什么我们可以做这么久？而且我们是派遣工，就公共电视来说，我们是派遣工。我们跟公共电视，先说我好了，我从面试到工作，我对的都是公共电视。当初进公共电视跟我面试的是我们台语新闻的制作人吕东启先生，那我工作也是在公共电视，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所谓的派遣公司。但是呢，而且公共电视它是每半年跟我们签约一次，所以我要说，如果我们真的不适任，为什么你每半年还要跟我签一次约？然后这样陆陆续续签了这么多，你觉得我不适任，你可以在中途把我调职或者是解约？姐，是，我想有关您的问题哈，在座很多朋友或者是也许在不同的新闻报道里面有看过啊，是，那您也有准备相关的资料，我想各位朋友真的很大家有兴趣的，会，但是我在想说是不是你把握一下你的时间，我想大家有你们把握一下时间，因为现场很多朋友，刚才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一直举手啊，我觉得不要剥夺他的机会。在公视的新闻没有看到，没有都有哈，没有关系，我到那你讲完，但是请你把握你的时间，新闻好不好？我先说我的问题，那待会请长官们回答好了。那有什么想说的，其实我们可以私底下来了解。我先说我的问题，第一个是刚刚其实我们在门口发传单给各位朋友的时候，有好几位跟我们说，哎，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派遣工的议题，但是为什么公共电视没有报道？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其实就这个派遣被资遣、派遣被纳编这整个事情，其实从头到尾，我们的公共电视除了互踢皮球之外，并没有给我们一个非常直接的回应。那我要问的是，如果我们不适任，为什么不在之前就把我们处理掉、把我们调职，而是等到纳编的时候才借机把我们踢掉？请公共电视可以直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也进入我们的申诉管道。那我们会很快的时间里面，根据公共电视现有的一些规矩，我们就会进入申诉的程序，一定会做公平公正的处理，你请放心了。那至于其他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人事部门的主管不在，但是有很多的问题，我想过程中间我们也做过很多的一些说明了。我想也如果你有意见或问题的话，我们申诉会开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做更深入的讨论。那另外的话，可以直接回答我们刚刚的问题。总经理，那可以请教你个人对于派遣工的议题，你的意见是什么吗？因为我自己是长期公视的收视户，然后我觉得公视的存在其实对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公视的存在，其实我们真的看到很多一般媒体不会出现的内容。
所以我觉得公视它是我们觉得哈公共电视派遣的问题应该要处理，所以事实上我们从第四届就希望能够对我们整个人力资源能够做一个盘整。那就像邵董事长还有我们董事会在不同的场合有说，我们150几位同仁经过一定的我们的程序呢，那边的130几位嘛，一共有6位因为各种原因呢，然后接到派遣公司的通知。那这个我们会再了解。但我个人对派遣工的话，我是觉得，你问我个人意见的话，我觉得说，如果说是一个正常长期的工作的话，我们当然不应该是用派遣工，应该是用我们正式员工来做。那这个的话，因为就像刚才也有讲到的，就是长期下来，各行各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那我们愿意面对，我们也在处理。至少我们那边呢，赵董事会他们的资料是那边的95%多，那我们会继续处理，您放心哈。对，因为我觉得留下6个人真的是为德不足啊。是啊，是啊，他们都是长期的朋友，我们会处理的，我们会处理的，谢谢您。